吃饱了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扣他一下啊。再扣他一下。扣一下，接个平 A。谢谢嘉宾小猴，现在是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啊，还有40秒开奖，要么扣一下回点血。你在干嘛呀？谢谢晚安，还有17秒啊！谢谢奇葩，8秒，收一下。我们以补刀为主啊！上啤酒人赶紧E，哎呦我好E，炸E一下，他有烟儿，那算了吧，不好杀呀。谢谢给爸爸一次机会，感谢用户29风中奇缘友和奇葩。抽一下，一下收两个兵，扎一刀 ，A 杀 E A 死。真傻逼，蓝莲汉居然放闪现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们可以骂我，因为连我都骂了我自己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闪，可能是卡了。扎一刀，这波居然没触发电刑，扣一下，只能我扣你，不能你扣我，明白没？扣一下，呀，这都扣着了。打个眼儿去，抽一，抽，我们死了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杀！这波他升六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我们已经废了，但是已经晚了，我走不掉了。我有点分心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是有点分心了。这波阿卡丽六了，我应该是有意识到的。
因为他经验比我多，兵线往我这边推，他一定是比我先升六，啊，这是一定的。这波确实是又傻逼了，有点分心了，我得好好的缓一下子。这不应该是一个王者的表现，抠。弹幕让我分心，扎。你要干啥呀？你看你。你要干什么你？我扎。踩平 A。踩 W。别砸了！这也能砸到我啊？可恶的防御塔！喝点水。Q R 走，不打了。这边这个位置不行啊，他都八级了，我们才六级。上边跟他换了不太划算，换的吧也换亏了。Q E 有点痛啊。啊，不吃了。走位。让塔皮被小兵吃没啊。OK。Q。他有点严啊，不好办。我们有可能会被换，如果酒桶这边来的话。我都不敢往上踩，现在我往上踩可能就要死，不能往上踩啊，千万别踩他，小心点啊。木木升个级还行。 Q 耶，哇 Q 兄弟，这你都能被舔呢，我没想到啊。可以打了，如果这波他再敢出来我们就可以打。不是酒桶上当了，是酒桶的英雄。我们刚才没办法配合酒桶杀他，有可能我会被换掉的。那换了你说跟这港卡还有什么意义，是不是？倒也不是说阿卡丽小带，这卡萨丁前期就弱，你不能让个卡萨丁前期又无敌后期又无敌吧，那不扯犊子呢吗？这英雄我们前期就是这么弱，慢慢来，等，别着急。来个黑暗封印，有闪现有 R 怕什么？他也有闪现啊，不是他有闪现的。咱先不说他有没有闪现这个问题，那我明知道我打不过，完事我还闪，我还 R 上去干啥呀？
那我有病吗？我就闪现不值钱，我就硬交。那这是为了什么呢？阿卡丽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哎呦，他杀了莫甘娜。坚持塔皮，别的不管。这波交传送可以干。先杀小光头 E 一下，平 A 再 A。 哎呀，居然不是我的人头，我气死了。再推一波，走回家算了，再吃他一层塔皮。踩 W Q A， 别着急放 E， 现在带 E， 他不敢上，插个眼回家。塔皮不让吃，可以杀。Q R W E 一下，平 A， 踩 A， E Q， 踩 W， 让他大无所谓，先闪现走。E R， Nice， 干小光头。他有大，别着急，等他放，不上。操，他永远不放大是吧？不够的。我让你不放，啊，我让你不放，我看你什么时候放大啊？哪有大？上波他没放啊。上波他没放大，这波他肯定有大呀。来一个水银海，帕卡利起飞了，我起飞了，你敢让我拿这么多人头跟助攻，我起飞了。塔皮给他吃了，无所谓。咱就默认他有大，这行不行？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，行不行？算你们赢了，行不行？别降了，行不行？我没看见他放没放大，我就默认他放没放呗。阿卡丽，我先不找他单挑了，我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干嘛？勾他一下。中路干起来了啊！好，先戳 Q E 踩，往后拉，别着急，再踩 W E， 再踩平 A Q 一下走位 E， 再踩，哎我烦死这波，吹波 Q， 无敌了。我只能跟你们说无敌了。
准备起飞。挡一下 ADC。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儿呢，那把他杀了。踩 WEAQ 平 A 再 A 一下，刀门的一钉回家。哎 Q 踩 WE 走位走位，你笑你来个腿儿，你还笑，我给你给个嘴巴子，我让你笑，你给我笑，回家。嗯，给我杀小光头。Q 平 A 扎 ，RE 死。喜欢笑。再笑，来 Q 马彩翼平 A 平 A 这 ADC 放弃了，这 ADC 我从八个人头一直杀到我们超神，没回家，4200块钱回家了。哎，打个蓝 buff 给我来。我的四层 R 就没断过，好了，回家了，投降了，他们也知道我们无敌了。为啥打到一半突然切换人机？那卡。